又是小丑啊！一晚上的小丑，脏狂。 开局抓到结石，天气闪现。 防一手也没有用，他刚才出的刀没打出来，亏死结石转点了。他现在慌，他现在很慌，闪现没把结石带走，请问还在旁边骚扰，还没二级狙，根本不好抓。 外面电机还一直在掉，转点有问题啊！你滑个板你就不会死。 着急，有机会，我就落可以拉个满球。这不就活了？还好还好，问题不大。但是我只差一分啊！赢了，他也只给我一分。 有红眼。